参胜，勇的勇，强大的队长 Race， 聪明的万能博士草帽草帽，惹人喜爱的 Wiki Wiki， 跳皮动作快的 Little Pig， 哈，今天我们又做了一件好事，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哦，我们来自宇宙的保卫星球，来到这里是为了保护着大家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我们就是那个勇敢的 Dino， 一起唱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嘿 ，Dino Attention！ 勇敢又强大的队长 Rex， 聪明的万能博士草帽草帽，惹人喜爱的 Wiki Wiki， 跳皮动作快的 Little Pig， Go Go Din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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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冰冰，爸爸，你不是去外地工作半年后才回来吗？宝贝，爸爸想你就回来了。你看，我还带了好多零食和玩具回来。爸爸，以后也别离开我了，好吗？没问题，爸爸答应你。太好了。又在做梦，爸爸还有半年才会回来呢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正在开始典礼的布置，整个镇子都变漂亮了。啊，典礼最喜欢了，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漂亮的大型烟火看。是啊，我们去找茉莉玩吧。好啊。茉莉，你真厉害！谢谢，我也才练了几天。练习？是要做表演吗？对呀，你们典礼表演什么？典礼的表演。今年的典礼表演，每家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台表演一个节目。我在这里练习舞蹈，就是要上台表演，让爸爸妈妈有个惊喜。我也要表演一个节目给爸爸妈妈看。那我们一起去报名吧。冰冰也一起来吧。爸爸还有半年才回来，我的表演他也看不到，我就不去了。不要紧了，你们去吧。那我们先去报名了，再见了，冰冰。应该没什么人去参加表演吧？我还可以找其他人玩足球。爸爸，我参加了典礼的表演，回家你要跟我练习哦。悲伤的吧，来。原来大家都有表演节目了。爸爸。谁呀？宝贝，我是爸爸。真的是爸爸呀？当然是我了，宝贝。爸爸这几天放假，打算回来参加镇子的典礼活动。哇，那太好了！刚才听见你说什么参加典礼的表演？是的，爸爸，今年的镇子典礼特别举行的表演活动，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报名表演一个节目。听起来不错，我的宝贝表演的节目一定很精彩，爸爸会赶在典礼开幕前一晚回来，要加油，宝贝。爸爸，我会加油的，再见。再见。究竟我要表演什么好呢？什么呀
样的节目，爸爸看了才会觉得好。嗯，想不出来，出去找一下灵感。是吧？哦，小朋友别哭，我来表演一个魔术给你看。哦，帮帮龙变变变！哦，嘿嘿，厉害的魔术啊！糖果就送给你吧，以后玩滑板可要小心哦。嗯，谢谢韦斯。韦斯，请问可以教我刚才那个魔术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想在典礼表演这个魔术给爸爸看，请你教教我。哦，好吧，我教你。太好了。很精彩的表演，你已经学会了，剩下的就是偷偷练习了。我先走了，有事找我吧。谢谢韦斯。冰冰，好神奇的魔术啊！是啊，怎么以前没看你表演过？我爸爸要提早回来参加典礼，所以我想表演这个节目给他看。一定很精彩，我也练习了杂技给爸爸看。谢谢大家，练习了那么久，不如今晚来我家一起玩怎么样？好啊。不了，典礼后天就要开始了，我要加紧练习，才能像你们那样精彩好看。再见了，冰冰。再见。他们的表演也很精彩啊，我要想想办法更加好看一点。等等。请给我一些大型的烟花吧，我想让魔术更精彩。原来是这样呀，我这里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烟花。等等，基于安全的考虑，我建议还是不要用大型的烟花比较好。不能用吗？烟花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，你要用那么多就容易出事故了。不怕了，我小心一点就可以了，就给我一些大型烟花吧。不行，真的很危险的。给我一点吧，我保证小心，不会出事故的。冰冰，既然汤姆这样说了，你还是不要用大型烟花了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。那就算了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没有大型烟花，表演就不带劲了，怎么办呢？既然帮帮龙不给我大型烟花，我就自己去找吧。但是哪里会有大型烟花呢？还有漂亮的大型烟花看。嘿嘿，我知道了。不知道这几个够不够，先试一下吧。哇，成功了。帮帮我。糟糕，冰冰有危险。帮帮忙，出动。乐平，快乐
对不起，是我让节日变得很糟糕。彬彬，你应该明白你一个人的决定会造成多大的影响。嗯，我以后绝不会一个人擅作主张了。汤姆，去参加庆典怎么样啊？不行，我们还没有新车新装呢。巡逻吧，然后准备礼物去参加典礼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参加典礼吧。你忘记我们要去巡逻了吗，乐冰？按照计划，大家去自己负责的区域巡逻吧。今天可是一年一度的典礼呀，怎么还要去巡逻呀？我就是队长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哇，好漂亮啊！那里一定很有趣。这样应该差不多了，应该没事啦。开始吧，快点过来，一起去吧，保罗。哇，这个很好吃。你好，叔叔。你们好，孩子，给吃一个，保罗也给一个。每天都这么开心，该多好啊！是呀。你好好啊。我的冰淇淋，我的冰淇淋，怎么了，冰冰？冰冰摔倒了，把冰淇淋摔到地上了。冰冰，不就是一个雪糕吗？不用那么伤心，来，跟我一起去买一个新的吧。乐冰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典礼快要开始了。请你去叫其他帮帮龙来参加典礼好吗？好啊，我刚好要回基地，我去告诉他们就好了。你们也完成巡逻啦？是啊，我们还正在考虑送给大家什么礼物呢。送给大家每人一个足球吧。还是送给大家每人一本书吧。不好不好，锻炼身体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还是送足球。知识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要送书给大家。要送足球，要送书。典礼快要开始了，快去吧。我们还没有决定送什么礼物呢。我们送给大家一份巨大的、漂亮的冰淇淋，怎么样？好主意啊！冰淇淋最适合典礼了。好主意。那么我去准备喽。乐冰，山坡那里检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我看过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神秘感呢？太棒了，我们准备出发吧。
请大家安静一下。首先，给我。首先，不是我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检查过了吗？我先去试试。走啊，快呀！就这点事情。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帮帮龙，谢谢。大家来合影吧，大家都看这里，一、二，我也要一起照。来到美
倾斜里，困难就没有。紧握着双手，我们是朋友。遇到任何的事。